是13413453457，然后我就很好奇说，哇，这个号码很容易记。他是说是要善事，要善事，要善事，我去。一连串的数字串起爱的姻缘，但电话号码记错一个字，他与志工简迎纯再见面已是12年后。所以这个号码我很喜欢，他们说这个有事不吉利，我说不是。纪纯敏因为帮工厂老板整理刊物，看到慈济月刊的智慧法语，感触很深，心里惦着也要跟慈济人一起做志工。在一个劝诉的群组看到静思语，才知身边就有慈济人。2017年的这一些，种种的一个片段，但慈济人是怎么去帮助到别人的？我听了不知道为什么。中途呢有几个场面，就是说，日泪盈眶。弘扬宗门之不易。姻缘一线牵，一如简迎纯用心挑选的电话号码，传递人人行善的期望。慈济一家亲在鞍山头一次举办的岁末祝福，也洋溢着相互关怀的浓浓温情。他们那个这些人呐、啊，在给他们那个清理那个便所的时候，有的不方便的话，甚至跪下给他们擦厕所那个坐便，所以我们很受感动。鞍山民众扶老携幼，凝聚300多人，手捧心灯，心心相连。大爱新闻记者美智工综合报道。